首歌叫做《乌托邦少年》。对，然后乌托邦就是一个理想的理想主义的一个象征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对于生活都会可能会觉得说，我们怎么做没有很好，我们就应该干嘛？就是有时候我们这样的想法，其实只是建立在自己的这些很美好的想法以后。毕竟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因为自己而在进行的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的乌托邦少年。Thank you.